纪大使补充哈，相对于刚刚赖委员、这个蔡委员解读的啊、这一份弱弱的国防报告书，那对照强烈的是这个王沪宁还有大陆的各阶层的这个主事者越来越强硬的谈话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这个。很多民众也感到非常的震撼。这个山东号航母9月11号啊，在台湾鹅銮鼻东方60海里，这是解放军的航母，距离台湾最近的一次。大家知道哈，没有最近，只有更近。未来会不会更近呢？哦，然后就变成55海里呢？哦，然后它朝东航行，进入了西太平洋的航讯。那国防部这是9月11号，昨天。那今天呢？啊，国防部又公布了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12个小时，共计22架次啊。越中线已经不稀奇了，对不对？还有延伸线进到了西南空域13架次。然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每一次来哈，国防部每一次公布消息，好像都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新的突破，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这是第一次，又是一个第一次，共建来了20艘啊，这个也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啊。那军方来这么多干嘛？军方人士认为这是要跟山东号航母会合，进行海上的编组演训。这么近的编组演训啊，台湾有史以来啊首次侦获最多的共建。所以大家看到哈、这张这个板子上面有很多的讯息哦，从这个侯友宜啊、柯文哲要不要合、要不要下架这个赖清德，到赖清德丢出的一些政策，不管他的政策如何炸翻自己民进党，但民调还是稳稳的第一名啊啊。再到我们的国防部这个节骨眼，一份弱弱的国防报告书，然后王沪宁同意方案这么坚决的谈话，再到海面上各式各样空中海上的压制，谢大使怎么看？就是两岸现在越来越紧张了，对，关系是越来越紧张，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你会看到赖清德其实过去啊想要洗白，也就是说他不是台独分子啊，他发觉这使他的这个基本盘有一点点跑掉，他现在又回过头来讲一些很毒的言论啊，他不要说啊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讲更毒的，他今天讲说啊，我们不要为了短暂的和平啊就怎么样就牺牲主权，他现在公然鼓吹战争了，对，越讲越离谱。他为了这个选举啊，他基本上我觉得会把两岸关系搞得更紧张。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反台独，并不是反台湾啊，哎，基本上是反台独啊。台独如果真的像赖清德如果当选，台湾不要说8年啊，八个礼拜都不用好日子过。对，从大陆我们看到习近平到这个王沪宁等等哈，都是把台独跟台湾人民等等切开啊、但当然他们也要做好准备嘛啊、所以各式各样的演训，我们看到越中线现在已经都不是新闻了，对不对啊、那22架次你也觉得还好嘛啊、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你怎么看？第一个啊，山东号航母离台湾这么近，然后呢，海上又来了二十艘共建，这是史上最多，不断的创造新的纪录。对，其实我觉得我的预判呢、就是山东舰最后它的演训目的地不在台湾沿附近的水域，它会继续往这个关岛水域去进。上一次哈、差不多隔了差不多400多公里而已啊，400多海里，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关岛了啊。那这一次的这个舰数更多。它这个8艘的舰艇基本上走这个北方下来的，那这个辽宁号它事实上它是走南方下来，所以它形成台湾一个包围之势。那这个都是将来进军这个水域的一种演练的方式。那我的研判就是说，这一次这么大的舰队，有史以来最大一次舰队会集结在很靠近关岛的水域，然后进行啊各种的演练。兵舰指哪里？舰指美国，直接指美国，因为台湾现在有一些呼声说，这个是美国在挑战中国大陆，为什么老是把这个箭头都指向台湾？哎，美国人今天就是说叫台湾吃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台湾人不想吃，只有少部分像蔡英文这些人会吃美国的这些菜，那为什么最后都施压？所以我认为他现在慢慢的战略就变成直接对美国施压了。那直接施压的话，那关岛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所以我的研判，这一些舰队最后会比较集中在这个关岛水域。那不过它经过的时候，当然啦，这次的经过基本上离我们这个鹅銮鼻哈，是以山东舰移的最近，六十海里过去，已经大陆很多军舰都已经接近了台湾了。
不管是东部水域或者说南部水域，老早都已经突破了。那这整个的意涵是什么呢？事实上已经用军事行动宣示对台湾的主权了，也就是大陆已经用军事行动宣布对台湾主权了。所以大陆上一次在进行军演就已经讲说，我们不需要 对外界公告啊，这是我在自己的爱境内进行军事的调度，没有必要。台独还需要预告吗？不需要预告啊，而且也不必告诉我什么我要什么演习区，没有演习区了，这都是我的水域，这都是我的领土领海范围了。现在就是不断的以这种所谓的实践来怎么样，来把这个主权的主张把它夯实，然后让国际社会也习惯，让台湾也没有感觉。那不过这个我们昨天前天还前两天还在讲中国大陆这个军机是连续两天大规模的这些对台的绕台的这些巡演，常态性的战备演练，现在已经也没有什么宣告了，也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感觉叫你去习惯这些，那也没有很尖刻的言辞了。今天这个王沪宁讲这个话其实他不是突然讲，因为他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统促会的一个第十届第一次理事会里面，他发表了一个主旨演讲。而这次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选他成为会长，因为他正好过去都是比如说是汪洋做会长，因为汪洋现在已经下来，所以就王沪宁接这个位，所以他人事改组，所以王沪宁在这边讲这些事情当然了，他中国大陆永远对台的政策都是怎么样？是和平统一是主轴，那么军事这种非和平手段统一呢，军事的准这是准做最坏的打算。那现在可见中国大陆对台海的这个最坏的打算越来越有迫切感，那所以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布局都很清楚。那我看国防部这个报告书我跟你讲，国军我是相信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黄埔我们都是广义的黄埔子弟，我们当年这个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们都是唱黄埔军歌，我们唱的军歌跟黄埔都一样。我知道尤其这些比如说像邱国正这一辈的这个黄埔的他们是保家卫国，这是他们天命，他们脑袋就这个事，可是他们也必须要怎么样要了解现在两岸军力的悬殊，然后呢也很清楚民进党就把他们当炮灰，就是这样。你今天说实话战斗机你只是要买 F-16， 你知道我们的座舱比有多少吗？你的空军飞行员搞好了没有？对不对？准备好了没有？那你给你花了几千亿让这个美国的军火商大赚其钱，我们一个职业的士官长一个月拿5万块钱，你这个他是用生命来换取，他要准备牺牲他的生命啊。所以民进党事实上这个政权怎么对我们这个军人呢我想只有军人本身最清楚。对，但当然了这个军人不会不懂，说实话这个军人都很内行但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能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份国防报告书，你只能够说他尽力了，大概也就这样怎么办？因为这个我们面对中国大陆完全这个实力完全不对等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